各位帮了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最底了囡仔，我叫阿安。啊，今麦阮甲你介绍一下阮南乡话红阿鸡吼，阮的特别的所在。啊，阮的红阿鸡本身，阮就是用莲花哦，枝枝的巴肚来做烘成的。啊，搁阮红阿鸡的做法也较无同，阮含一般红阿鸡无同，就是因为阮的皮脆。哦，然后阮的肉多汁，无像咱外口食的红阿鸡安如何，拢安薄薄哒哒。哦，啊，搁有阮的本身鸡肉食起来就有一股清香的迄落莲花味。哦，啊，我这只鸡啊，恁看，看是真正有爆汁，有多汁的。哦，这拢看，阮这肉绝对拢。新鲜啊，多食嘞！这只鸡安尼爱做偌久？阮这只鸡啊，本身对烘较好来，拢差不多爱三点钟。三点钟。嘿，但是阮是两道工序，啊，这就不方便透露。当然哈。来，你来看卖啊！哇，鲜嫩多汁。对，含一般红啊鸡无同，你来看卖啊。咱较近来看，看伊的肉质。哦，这肉。哦，绝对唔是讲咱打打薄薄迄种。对哦。啊，阮这皮是绝对脆。啊，看脆皮的，哦，脆皮的，嗯，哦，这脆皮的。哦，啊，阮为虾米巴肚会煮莲花？因为莲花进伫这几年来，咱本身咱就一直咧提倡养生。哦，那莲花本身它第一，阮拢煮新鲜的，嗯，拢规律规律煮落。啊，莲花就是第一，它会去油腻。本身把鸡鸭内底一寡油腻，它就能去掉一些。然后莲花它含丰富的胶原蛋白，伫这个莲花头。咱若对莲花有研究的人，咱就知影，所以具备到养生。然后呢，鸡肉会有一股莲花淡淡的那种香味。好，各位芳寮的五路乡亲，听到这个大家好，哦，我叫南乡伟，我阿安。哦，啊，对，今仔日开始，那来阮店家哦消费，只要讲出我是芳寮人。哦，安尼话，哦，本店拢会招待一罐饮料，哦，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啊，时间到，哦，各位四月底，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南乡味。